天之你腰上骆驼，首先开始撒线，开始垒窑，继续垒窑，开始抹泥，窑已完成，开始点火，开始拌料，倒入辣子面，倒盐，倒入芝麻，倒油，搅拌均匀，开始把葱姜蒜切碎，开始骆驼改刀，开始骆驼抹料，撒上葱姜蒜，加柴，取出死灰，窑已烧好，开始拌焖，用泥分死，放入骆驼，骆驼已埋入窑中，用泥分点，下个烧骆驼已圆满成功，把骆驼取出泥窑。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啊，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继续吃。啊，人间美味啊！今天我们吃瓦缸煮全羊，先用石头垒个烧火灶，放上瓦缸，开始点火，开始把小羊大卸四块，放入全羊，放入大葱，放入生姜，倒入小米椒，倒入花椒，倒盐，盖上锅盖。刚全羊好了，咱们开锅，把煮熟的全羊拿出瓦缸，煮全羊好了，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看，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这咱们羊肉汤，今天我们吃瓦缸煮牛排，我们先用石头垒个烧火灶，挖开烧火槽，将瓦缸放到石灶上面，开始点火，倒入生命的源泉，先将牛排切开，将牛排放入瓦缸，放入大葱，放入生姜，倒盐，倒入花椒，放入桂皮、香叶、芭蕉，放入小米椒，盖上锅盖。牛排好了，开锅，将牛排拿出瓦缸，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哇，看，啊，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今天吃火冻叫花全羊，开始挖烧火冻，开吧，开始将小羊划开，倒油，撒上蜜料，撒入花椒、白胡椒、草果、辣子面、盐，倒上生抽、老抽，给小羊来个全身按摩，开始点火，加入木炭，放上锡纸，裹上新鲜的小泥，开始把叫花全羊放入火洞，怎么用土块封口，下一个视频开吃。火洞叫花全羊好了，咱们把土块拿掉。
把教化权杖拿出舞动，把泥块拍碎。四个信息看一下，看一下教化权杖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味道好吃。今天我们吃铝锅焖牛排，开始把牛排划开，开始拌料，倒入辣子面，倒盐，倒油，开始搅拌均匀，把葱姜蒜切碎，开始牛排抹料，开始撒入葱姜蒜，撒上孜然粉，撒上芝麻，周围摆上玉米跟土豆，把牛排放入铝锅，铺上锡纸，盖上锅盖，周围用黑胶布封住，锅盖上抹上新鲜的小泥，开始挖肉坑，开饭，开始点火，火一点燃，加入木炭，把铝锅放入火坑，上面再铺上一层炭火，牛排好了，拨开炭火。开始把牛排拿出火坑，牛排开锅，咱们撕开锡纸看一下，哇，咱们开始尝一下，味道怎么样？来看，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好吃了就